师娘，你看，还有三天就要放暑假了，终于熬出头了。暑假一天到晚闲在家里也没什么意思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十秒的生日是7月20号，也就是说，对，他的生日在暑假里。从小到大，他从来没有机会和学校的朋友们一起庆祝生日，太可怜了。是有点。所以我决定今天在放暑假之前好好给他庆祝一下。同意，同意。没想到你也会当个好哥哥。我说，你们知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礼物？不知道。女生都比较喜欢小巧又实用的东西啦，比如呢？唇膏啦，不行。杯子啦，也不行。这是大家第一次给十秒过生日，这些太普通的东西怎么拿得出手？有没有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？这是你的新手表吗？好可爱、啊、真的吗？我也好想要啊。你这支笔真好看呀、啊、真的吗？我也好想要啊。你这个发圈好可爱啊。真的吗？我也好想要哦。快觉悟吧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啊。我家那臭小子太不争气了，只会打篮球。哎呦，喜欢运动多好啊。哎，我好想要你家那样文静会学习的好儿子呀。原来女人们都想要别人有的东西。别人的东西，好深奥的结论。你们不会把这种歪理邪说当真了吧？采用了。你甚至就是诸葛亮才是啊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砰砰，十秒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。谢谢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怎么就剩这么点了？从别的女生那里要来的，用过的二手唇膏，还有这个别人用过的二手杯子，还有……不是说女生都喜欢二手的吗？说什么胡话呢？这个脏兮兮的饭盒是怎么回事？也是别人用过的。这个是我用过的饭盒啊。这是开心哥的饭盒。咱把这贫民窟都翻遍了，也就这点钱了，弹尽粮绝。奇怪，钱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没了呢？空调坏了后，你天天买雪糕，这是刚需。暑假开始后，你天天买漫画，这也是刚需。少活动两下吧，这样饿得更快。现在家里唯一的口粮就是这些面粉了，这怎么下口啊？加点水揉一揉，弄熟了不就能吃了？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惨的生日了。乐观点，弄好了，看像不像鸡腿？哎，还真像。蛋糕也不错嘛，只要能骗过自己的眼睛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啊！吹破天也还是面粉啊，怎么吃？煮煮煮好。我要吃菜，吃肉。不会发挥想象力吗？来啦！谁啊？开心哥，我来给你们补充维生素了。蔬菜啊，好久不见的新鲜蔬菜。哎，你们不做饭呢？是，这个是啥？外星人吗？不是啊，那是香蕉。这是十秒大师的抽象派作品。嗯，还活着吗？蛋白质增援部队报道。是肉，万岁！你是天使吗？打扰了，欢迎。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？你都放了什么进去啊？除了西瓜，其他的食物都开开心心的躺在里面了。这个也是食物，素香蕉。辣椒放的太多了，屋子里太热了，赶紧把空调修了吧。
这是我们家的特色。来吃，没关系，吃吧。我要吃。来，十秒。啊。